信号，问一问为什么。是。计划兵，问问为什么。是。邓大人，丁军们的旗号按军令行事。邓大人，熄火吧。先不要熄火，幸亏给我放条丸到提督衙门。是。丁军们不能熄火呀，你想明天吉远广乙护送运兵的商船在航道上一旦遭遇到日本兵船的袭击，他们孤军作战那真是不堪设想。再说对我们说来这叫失误战机，请丁军们您再三斟酌。丁军们，树邓世昌鲁莽，世昌回来。丁军们见来电喜，日本政府和中国并未宣战，请各国正为中日关系事进行调停。日本兵舰必不敢挑衅，舰队不必前去接应，如有违反按军法从事。李鸿章。丁军们，李中堂他这是把吉远和广乙给断送了。丁军们，是啥？世昌，中堂的决断是对的。消灭北洋舰队的第一步，一定要打沉它。是。贯城，为什么不开炮？方大人，王乙高升请示大人排什么队形迎战。快告诉他们自己选择航路往回跑。是。快快快，开快车。是。左满舵往回跑。什么？往回跑。命令浪速号进攻广乙，邱荆州进攻高升号，我们追击纪元一定要打沉。是。纪也追来了。弟兄们到航主发去。走。走。师傅快上炮弹。
炮准备好了，请您下令开炮。王武常，快快把旗子给我挂上，快点挂上。方大人，方大人，快快把白旗给我挂上。方大人，王武常，挂白旗了。司令长官，是不是停止射击啊？不，用快炮射击，打沉他。是。他妈的，王伯谦把我们出卖，